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陷害安秀妍啊？我说是安秀妍了吗？你，嗯，现在网上吵得最火的就是这事儿了，所以我这么说了。你想要证人是吗？进来吧。事情的态度对吗？哦，我不不，浩然，我不想问你这件事情。我是想问关于秀妍。李总，对不起，有一个紧急情况要向你汇报。什么事？李总，我们不得不解约了，你要退还我们的一切费用。为什么呀？网上的照片啊，影响力太大了，一个做过三陪的女人怎么能做我们产品的代言呢？安女士，你让我们产品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失。这是栽赃，这是诬陷，你们怎么可能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呢？网上的照片都传播开了，你们叫我们怎么做呀？网上的东西能信吗？哎，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对不起良心的事儿？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对不起你的事情吗？好了，到此为止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们解约。哎，欺人太甚嘛。刘总，既然你想解约，咱们就解约吧。但是我现在没钱还你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告我也好，赤裸也好，随便你。秀妍，这李总，你怎么能跟这种人签约呢？周静，你去看看秀妍。没事，秀妍这件事真的是没有做过，他是被诬陷的，你一定要帮他。这件事情现在很麻烦，这样好，让秀妍停止一切活动，等待结果。李美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相信我们？你说话注意点。不是，已经到这份田地了，你要我注意什么？你不要再闹了，赶快回去吧。我，行，我可以回去。你是公司老板，我们是你的艺人，你现在不相信我们，这算什么？莫名其妙。李总，秀妍她……好了，我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怀疑有人在照片上做了手脚，你马上去查。到现在你还不肯跟我说一句道歉的话吗？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你的意思是我做错了吗？你怎么不听我解释呢？你再解释也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。秦松平，在你眼里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松平，出事了，网上现在流传说秀妍以前当过三陪女，还有裸照为证，这一切都是方子毅做的，怎么回事啊？秦总，对不起，我劝过子怡姐的，可她根本不听我的，她说要整垮那个安秀妍，现在就像疯了一样，秦总，我好害怕。美乐公司已经报警了，警方看了照片以后认定照片是假的，分明是蓄意陷害。给我准备车。好，走。美芝，对，我知道，我刚刚知道的，你准备怎么做？他是你旗下的艺人，我听你的。你想怎么办就决定了，我无所谓。那他会有很大的麻烦。所有事都是他自找的，是他咎由自取。但会影响你的公司。你不用担心我。好，那好吧。起诉他。稀客。
进来吧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方子怡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不再是我公司旗下的艺人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会马上和你解除合约。你在威胁我呀？你无端端解约是要赔偿我的损失的。对于你这种品德恶劣的人来说，就算你不想解约，我的公司也永远不会再用你。我怎么品德恶劣了？你把话说清楚啊！你为了报复别人竟然栽赃陷害，这算不算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陷害安秀妍啊？我说是安秀妍了吗？你现在网上吵得最火的就是这事儿了，所以我这么说了。你想要证人是吗？进来吧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混账！先出去吧。你放心，明天我会给你安排给罗丽莎当助理。谢谢秦总。我散步的又怎么样？那个女人啊，敢做就不怕被说。可你这是在诬陷别人。你有证据吗？帮你合成照片的那个人已经被警察拘留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松平，对不起了，我只是不想输给那个女人。放手啊！松平，放手，我已经对你完全失望了。松平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，松平。你真是无可救药。你本来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，你自己的才华，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一切。但是现在，你被你的妒忌、你的虚荣、你的自以为是，所有女人身上最不该有的缺点，断送了你自己。没人可以帮你。你等着法院的人传唤你吧。方小姐，我是美乐公司的律师，这位是法院。方小姐，美乐公司现在以诬陷罪起诉你，这是法院传票。美珍，哎，美珍，有事吗？我是来向你道歉的，我觉得我太冲动了。我感谢你对秀妍所做的一切，真的，对不起。我什么都没做，要谢就谢周静吧。秦松平也出了很多力，你去谢他吧。美珍。美珍，
我们不能没有豆豆。到底有什么办法能保住豆豆？如果在一个月之内找不到合适的肝脏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们已经加大了用药的剂量，到头了。现在应该马上找到合适的肝源。8月19号8:20，安允进行2个小时的抢救，现在脱离危险，记得。秀妍，明天是你生日啊。你好，阿姨，要买什么？我就这些钱，你看我能买什么样的蛋糕？那边有样品，你过去看一下吧。好，谢谢。不用谢。怎么回事？我本来要去医院找那个女人的，结果我车开太快了，有个女孩过马路，我撞到她了，撞到她了。你慢点说，我听不明白。我撞到人了，我撞到人了。啊？那当时有人看见没有啊？好像没有。姐，你是想坐牢还是想没事？子刚，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坐牢啊。那你就听我的。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安秀妍小姐。汪小姐，你身边的这位帅哥是谁？你们真的想知道？当然了，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你们在一起了。哦，这个你们慢慢会了解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还要休息，差不多了吧？哎，秦总。你如此神速的再婚，
和你们下一部电影有什么直接的？各位各位，今天我也要宣布一件喜事，这位是我的未婚夫。方小姐，你们认识多久了？可以透露一下吗？你们什么时候订婚的？你们交往多长时间了？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，他叫江浩然，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医学博士。你们准备什么时候举行订婚仪式啊？我们还是先走吧。我接下来会召开发布会，公布日期的。等等我！你不用跟着我了。这是什么破裙子啊？安小姐，已经没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什么？我收工了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那以后还有没有这么大场面的事情啊？暂时没有，有的话我会通知你。等我电话吧，再见。那我们是不是需要互相了解一下？你想不想知道我的血型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想知道你的任何情况。你什么态度啊？真的好没礼貌啊你！混蛋大色狼，你以为你是什么？这样子跟人家说话，混蛋大色狼，你当本小姐是什么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秦总再见。对了，需要派人送你吗？不需要。你需要我送你吗？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幸福过啊！你居然对着记者公开宣布我们，子怡，你知道我是一个多重感情的人。你看我嘴唇那么厚啊，你对我好一分，我会对你好一万分。子怡，如果你嫁给我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。气死我了！啊，子怡，子怡，我说什么了让你生气了？啊？是你，浩然，吓死我了！浩然，啊，你可以跟我回青城吗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你可以为了我放弃现在的工作，跟我去青城那边发展吗？啊，到了那里你可以样当医生的。是啊。其实我原先想过去外地发展的，啊，青城是吧？可以啊，青城是个好地方，青城，去了青城我就变成有钱人了，就不用过这种苦日子了。豆豆，哦对了，豆豆也有钱给他治病了，秀妍，我们就可以过上美好的日子了。怎样？我们什么时候去青城？我想见见岳父岳母，定定我们结婚的日子。浩然，其实今天的事情只是做戏罢了，是应付那些记者的。啊！如果你真的想娶我的话，你必须正式向我求婚。正式？
完全没问题，现在就可以啊。子怡，来。子怡，子怡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是这样的啊，要像《泰坦尼克》电影里那样。太子，啊，你是希望我跳水对吧？不是的，我说的是钻石，你得送我一枚像影片里那样大的钻石给我。浩然，啊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现实啊？哎，不会，哪里？你这样的女人，一颗钻石算什么？啊，我觉得送一个宫殿都可以啊。子怡，我亲一下你好吗？啊，谁呀？来了，秦总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子怡啊，你现在不方便，那我走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秦总，我开玩笑的。进来坐。浩然，啊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秦总。哦。秦总，刚才还见过啊，见过不止一次了。浩然，我跟秦总有点事情要谈。哦，你们聊，你们聊，你们聊，啊，你们聊。浩然，我们需要单独谈。啊，对啊。我哪一方？浩然啊，明天见。啊，明天见。拜拜。看样子你真生气了，你说呢？所以你也想随便抓个人结婚？嗯，你能做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做？我以为你是个很聪明的女人，看来是我看走眼了。你这么做只会显得自己更愚蠢。随便你怎么说吧，反正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那好啊，你如果真的确定想结束的话，我马上就可以成全你。你是觉得我现在心情特别好，你非得破坏是不是？啊，那倒没有，反正是。什么叫离婚啊？你让他离一个给我试试，那得看我肯不肯啊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女人需要什么？弱一点的男人，这样有安全感。男人太强了，随时可能被别人抢走的，你懂吗？那照你这么说，这个时代吃软饭是流行啊？什么叫吃软饭？谁吃软饭了？
你知道你之所以到现在都没有成功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嘴巴太臭了。我闭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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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车。哦，浩然，我那不是秀妍吗？停车，快快停车！好好好，笨，秀妍，不是说好一起走的吗？你怎么先走了？啊？哎，你未婚夫去找我的女人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啊啊！别怪！开车！秦松平，你是个自大狂！啊！秦松平。你是个自大狂！你大爷！放开，把声音放开！秦松平，你是个自大狂！怎么样？心情好点没有？好多了，好舒服啊！对了。之后跟那个歌星勾搭上了？哎，什么叫勾搭？我是他的救命恩人啊！这事儿，哎，这事儿说来话长了。那你什么时候成了博士医生了？这叫包装。包装？你这是欺骗好不好？包装？怎么能叫欺骗呢？啊，男人跟女人之间，你总是需要一点神秘感，一点虚幻。对不对？你这个神秘感说白了还不是欺骗啊？蓝秀妍，我再说一遍，这不叫欺骗，这叫包装。哎，你说人嘛，接触的时候总是需要一点包装，当两个人的关系慢慢深入的时候啊，事情而已，那可能就不需要包装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了，你跟秦松平结婚的时候，你敢说你就什么事情都没有瞒着他吗？他早就知道我是个服务员，兼职按摩师了。啊？那他知道你有儿子和女儿的事吗？他还不知道哎，他又没有问。他没问就，这就是欺骗，还是你说，这叫包装？我们，哎呀，安秀莲，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互相指责，我们应该各自努力。怎么努力啊？我跟方子怡结婚，你跟秦松平结婚，一拍即合，两全其美。我觉得这两个人挺奇怪的。谁？方子怡跟秦松平吗？对啊，秦松平有方子怡不选，偏选我；而方子怡，全世界那么多的男人不选，偏选你。你这话说的，安秀妍，你不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哼。是啊，一见钟情对你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。我告诉你，安秀妍小姐，你听好，方子怡现在是完全的爱上。哎，不是，整个酒会，哎，整个酒会你没有发现他的眼神一直在盯着我。哎，他的眼神里对我，真的充满了爱和渴望啊。啊？是我的眼睛有问题，还是你的有问题啊？信不信由你。我问你件事好不好啊？说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穿晚礼服很好看啊？Thank you.
有些事我要跟你讲清楚。我和你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就是说，除了你和我，不许任何人知道，包括我们的家人，懂吗？那就是说，我们是假夫妻，对吧？对。啊，那挺好的。你还记得吗？你上次跟我说，如果我跟你结婚之后就不用工作了，而且每一个月呢，还有你写的那么一大笔的零花钱，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总之呢，你到青城之后什么事都不用管，你只要做一个全职太太就行了。反正呢，有钱就行了。哦，那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会是我，而不是上次那个打我的歌星啊？这个问题你不需要知道。我当然必须知道了，否则怎么样？否则你会拒绝我？当然会拒绝你了。说吧。是要跟我离婚的那个女人，她选择了你。你太太，她怎么会想出这个主意呢？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，这有些钱你先拿去用，回去好好收拾，很快就要跟我回青城。豆豆安然，妈妈有钱了。哇，这种鱼真的好久没吃了，来，多吃一点。哎，对呀，多吃些自己家菜啊，这个鱼真的很好吃的，来，多吃点啊，来，吃多些。哎，安然，你吃这个菜啊，对皮肤很好的，好吃就多吃。豆豆吃这个，多吃点啊。妈妈，我是不是快死了？谁说的？我没有。我们不是没有钱吗？还上餐厅来吃饭，吃这么好的菜，不是说快死了的人才给好吃的吗？妈妈有钱，妈妈有好多钱啊。妈，那个，妈，喂，我也很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出来吃，你是不是接了什么好工作了？就是啊，我就是接到好工作了。我接到可以赚大钱的工作，可以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工作啊。那妈妈，你能天天跟我们上这儿来吃好吃的吗？不过妈妈要去青城工作，就可能不可以天天回家喽。对对，你妈妈的工作吧，就是不能天天回家了。什么工作要去青城啊？反正就是可以赚大钱的工作啊。是吗？我们呢，我们也去吗？去，晚一点去吧。不过不怕，这段日子有浩然叔叔照顾你们。他谁照顾谁嘛。喂，你看这小孩怎么说话。我女儿说错了吗？来，服务员，再来俩菜。对，今天就是来庆祝的嘛，怎么会问这么多问题呢？来，多吃些啊。豆豆，你要多吃一些鱼，吃鱼呢使身体健康，有免疫力啊，知道吗？好。万不得已不能够用的，
千万不要给浩然叔叔，要好好保护自己。妈妈，你为什么先走？我们一块儿走不好吗？妈妈先去那边安排工作。那怎么了？爸爸呢？如果爸爸来找我们怎么办？爸爸不会回来。你怎么知道我爸爸不会来的？你凭什么说我爸爸不会回来的？妈，是你说爸爸走丢了，他不会真的就会回来的。你爸爸会认得路回来的，他知道家里面有那么可爱的小孩等着他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我好想好想爸爸，别人家都有爸爸。照片你也带着吧。我不要。带着来。这段时间呢，你们要跟浩然叔叔住在一起，等妈妈在清城安顿好之后呢，浩然叔叔就会带你们去看我，但是妈妈在那边也不会经常看到你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妈妈会很忙啊。你到底接的什么工作啊？当然是很重要的工作了，要不然怎么可以赚到那么多的钱呢？对不对？你啊，嗯，要好好看着他们俩，不要整天想着那些瞒天过海的、异想天开的事情，没有好下场的。帮我好好照顾他们啊。你也是啊。定时给豆豆吃药，知道吗？嗯。
来，你也来吧，一起吧。不必。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给我吧。雪岩，雪岩，路上喝。安然，我已经替你抚养成人了。豆豆虽然现在身体还是不太好，但是我拼了命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他。不过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告诉他们，其实你已经去世了。因为他们年纪太小，如果现在告诉他们的话，太过残忍。等他们长大以后再说吧。启禀，我会离开江北到青城去一段时间。这一次可能会去很久，以后就可能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来看你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安然和豆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不回答问题。谢谢。哎，秦太太，听说是你把秦总灌醉了，你们才有了关系，这是真的吗？是啊，真的。你什么意思？秦太太，你这么做有没有考虑过秦先生的前夫人是什么感受呢？你甘愿做第三者吗？哎，你们不要这么八卦好不好？秦太太，请你讲一讲好吗？是啊，是啊。您哪家报社？哎，你们做记者的这够八卦的，什么按摩和清洁工是低等工作啊？还不是跟你们记者一样，都是靠劳动赚钱的吗？人人都是平等的，你们的问题真没素质。
至于我跟秦松平怎么认识的，这是我们的秘密，想知道吗？就不告诉你们。哎，走啊！哎，秦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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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秦总，秦总，秦总，哎，您回答一下，秦总，先走啊。姐，这个人看起来真不简单啊。本来想给他来个下马威，看来我是低估他了。哎，秦总，秦总，我这里啊，秦总，秦总，别走啊！哎，秦大亮，哎，秦大亮，秦大亮，哎，秦总，您说几句吧，秦总。你很厉害呀，还真是看不出来。刚才你振振有词，让那些记者都没话说了。别说了，到现在我的心还在砰砰砰砰的跳。哎，我都没看到过那么大的场面啊，那么多的记者乱哄哄的。哎，我刚才没说错话吧？哎，你刚才说话真的是毫无破绽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早就把台词背好了呢。拜托你们，下次如果再有这么大场面的话，早通知我一声，让我可以回避一下。不过这些人不是我安排的。英杰啊，是谁泄露我行踪的？这个我去查一下吧。在我的心目中，你一直是个没头脑的乡下大姐，原来这么厉害，看来我不可以小看你了。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？我当然是夸你了。谢谢。不用客气。晚才上班啊？是啊。哦，对了，崔岩，过来一下。啊，这是你嫂子安秀妍，这是我弟弟秦松林。你好，弟弟。哥，妈在等你。哦。你好。你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儿啊？妈，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就接受现实吧。结婚能是小孩子过家家吗？妈，你别生气了。你翅膀硬了，是不是？我待会儿再跟你说。跟我走。我待会儿再过来，您稍等啊，妈。我回来了，死
死小子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他是谁啊？他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别生气，奶奶别生气啊！你快来叫奶奶！奶奶，哦，原来您就是奶奶啊！奶奶好。这丫头是谁呀？哦啊，她是你的新的孙媳妇啊。新啊？那以前那个呢？离了，我现在娶的是这个。那你是怎么处理的？他自己回家喽，奶奶。所以我今天特地带一个新的给你看看，啊。别生气了啊，那个都没过好，这个能过得好才怪呢。奶奶，以后呢，拜托你多多关照这个新的孙媳妇啊。多多关照啊，多多关照啊。死小子，还傻愣那干嘛？我饿了，做饭给我吃。奶奶，我们家不是有专门做饭的吗？她是您孙媳妇，她怎么可以做饭呢？对不对？我就是要她给我做饭吃，我饿了，做饭给我吃，快做饭给我吃，做饭给我吃，我饿了，我只要她做饭给我吃。我马上做饭给你吃好吗？我去喽。好了好了，她去做饭了，别生气了，来，按摩一下。煮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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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妈，您知道厨房在哪儿吗？奶奶饿了，她要我煮饭给她吃。妈，你看到我了吗？妈，怎么了？你知道厨房在哪儿吗？什么厨房啊？你真打算让他住我们家？我告诉你啊，在我发脾气之前叫他赶紧走。妈，你别这样。你想气死我呀？妈，你别生气嘛。我慢慢向你解释啊。我的饭呢？我饿了。哎，奶奶，马上到了啊。我没空跟你们聊了，这边是吧？哦，你们家还有电梯啊？厨房在哪里啊？后面右拐。哦，谢谢。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不是啊，是美芝她跟我过不到一起啊。当初你为什么不说呀？啊？知道那些事还非要娶她的不是你吗？这么多年，其实我一直都想好好跟她过日子，但是她就是过不到一起，越过越凉，怎么办？就算过不下去，你也没必要那么快就把婚给结了呀。你连招呼都不打，你当我是死了呀？妈，你说什么呀？不要跟我解释啊，让她赶紧走，我不会承认她的。如果我又离婚的话，再结那可就是三婚了。是啊，你还知道吗？你这品味变得也太快了，你看看她的样子，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，你看不到啊。反正凑合着过吧。行了，你要这么说你也赶紧走，我不想看见你，别在这烦我啊，走。